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没什么好送的，送你个手套吧。我也没什么好送的。战场上子弹躲不掉。孤身就位。你是段子手吗？什么是段子手？就是作假的意思吧。这个时代很难再有像关汉卿先生这样伟大的段子手了。啊，不是段子手，是伟大的作家。对，作家。这个人脑子一阵一阵不清楚，乱说话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不会说就不要乱说。还不知道小姐的名字是？关你屁事啊。那么关小姐，如果你怎么知道我姓关啊？刚才你说你在关你屁事，哥快出来嘛！哎，这位女士，干嘛呢？他是《飞驰人生》里面的天才车手林振东，而他的科目二是挺难的，我当时也没过。看一下你最 fashion 的红线率。7, 6, 5拍喜剧，如果人长得过于帅，拍喜剧可能会有点吃亏。你有这样的苦恼？所以说，我就是这个帅的刚刚好。啊，又帅又过于帅，那正好。景瑜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？前的景瑜非常矜持的一个人，现在不知道怎么这么放纵。你倒霉，你别跟着我。那你也别跟着我。狗才跟着你呢。江西来电话了，儿子，你别给我一般见识，年轻气盛，我是狗，对不起，汪！叫我声爸爸，我等了20年了，我叫不出来，怎么叫不出来了？叫啊，叫我爸，叫啊！20年了，我得适应适应。国军你好，我是51，集体周全，做你安全组员。站着，怎么这么烦人？我今天遇到了你，我大概用了30生30世的运气。你得赔给我。我叫黄景瑜，然后你以后有可能会认识我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。出道的精英们，大家现在好！好，非常好，耶！标准高分。压着膝盖，然后呢，往上压，继续呀、有没有？你有鼠标看我。英语哥哥，有一份贼拉子纯的感情搁在俺眼前，俺没咋当回事，直到总没了，俺才发现世界上最憋屈的事也就这样了。哎妈呀，他对象长老磕碜了。但是你俩一天在那儿叽咯叽咯抄袭什么玩意儿啊，一天在那儿叽咯叽咯抄袭什么磕臀，这玩意儿有毒，别吃。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可以让我们这么随便拍吗？啊，不知道就让我们这么可以随便拍吗？那怎么也不能揍你。
跟韩国欧巴来 PK 的话，你的优势在哪里？普通话好一点。这个奶牛啊，它叫什么儿儿，那黄牛怎么样？黄牛就厉害了，黄牛就是，嘿，兄弟票要了，嘿，兄弟票要了。当时赚钱是最主要的，但是当时现在也是啊，现在也是。粉丝都特别期待看你跳舞，为什么？也不知道乱七八糟有什么劲儿。知道什么叫彩虹屁吗？那你觉得自己算钢铁直男吗？怎么？那还有纯金的、银的、铁的、塑料的。年轻演员不能吃苦，你怎么看？年轻人吃不了苦吗？年轻人吃的都是什么？有人不喜欢你呢，不喜欢留言的，不喜欢我的。30厘米和长胖50公斤，你选哪个？选择死亡可以吗？心情上已经播不了了。眼里，我发型这么丑，刚才一直在录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回去扫踢一下。我发型真这样。哎，我们合张影吧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去厕所，结果一半的手。我们合照一块儿。现在干嘛？一半的手。对啊，我被打断了。你被打断了。我今天出门碰到神仙啊，他答应我实现我一个愿望，但是零二选一，没有什么。一个选帅气的容貌，一个选超强的记忆。那你选的啥？我忘了。千里被解构的爱，弄脏了你也是吻醉的痛的漂白。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住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喜欢的是长发短发？长发。长发。双眼皮单眼皮？双眼皮。170/160？一什么？170/160？170。颜值还是身材？都要。都要。有酒窝还是无酒窝？没酒窝。没酒窝。薄的嘴唇还是厚的嘴唇？厚一点。我其实买东西买的不是很多，然后比如说一些小东西或者生活用品，我一般都会网上买。衣服的话还是回去店里试的，因为我整天在剧组嘛，然后其实我穿到自己衣服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只有每天这个开工收工可能每天能穿20分钟自己的衣服，所以我不太买衣服。哇，好久没买东西了。弟弟，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阳光很好，在大海边骑着摩托车，在路上看见的全是美女，全是美女。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。